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福相救人，我是小赵。那太阳花呢，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花卉，除了冬天可能会被冻死，其他季节正常氧化是养不死它的，但是啊，并不会影响这个太阳花的颜值。今天呢，小郑就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扦插太阳花，让你一盆变多盆。我们可以把盆栽中的枝条啊，给它修剪下来，长度呢在3到5厘米左右。然后呢，把枝条底部的叶片都给它摘掉，这样枝条就处理好了。扦插太阳花对土壤没有什么要求，什么土壤都可以。在一个花盆里呢，我们先给它装满土壤，用这种矮胖盆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往土壤里面浇水，把水都浇透。准备好的枝条呢，直接扦插进去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啊，就是扦插的方向千万不能反了，不然再顽强也是不会生根的。扦插好了之后呢，再给它适当的喷雾，让枝条和土壤更好的接触，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苗1周左右，每2天左右呢给它喷一次水，保证湿度，10天左右就能生根正常养护了。今天关。